张家大师早年告诉我，佛法智难行易，行真的不难，知太难了。但是你不知，你的信心怎么起来？你愿发不出来。所以知必须的通过啊，然后我们才了解，才体会到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。为什么？是帮助这些中上根性的同学断疑生信，这目的在此地啊。信心真生了，愿真发了，那就很容易了，一点都不难啊。刘素云就做了好样子，哎，他有信心，他能坚持10年不改变啊，一部经一天听10遍，啊，这是现身说法了，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。啊，要知道他55岁开始，65岁成功。啊，那么我们学院的同学应该差不多也都到这个年龄了，接近50了，来得及。你要学刘素云的话，好好的10年在这个地方，你成就了，你才对得起这个道场，你才对得起十方的供养。啊，今天这样的修学道场大概在全世界可能也只有这一个了。你们在这里自由自在，没有任何约束啊。我们这个做法是学释迦牟尼佛的，但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个个都是持戒修定开悟的，啊，我们这同学还是凡心呢，还是自私自利，还是名闻利养啊，烦恼习气没放下了，啊，那不成就来生就是三途，啊，往生极乐世界的机会不大。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。啊，那现在呢，听到这部经，这部经在此地是细讲。啊，已经超过600多个小时了。这部经讲完，我估计1200个小时。啊，我希望在这里多注意一些事情，因为这里我们每天可以讲4个小时。啊，今年年底或者明年春天，这个经就可以讲完了。这是一桩大事情啊！啊，大家真正把刘素云讲的6个字抓住，
啊，听话不是听我的话，我的话你们不相信呢？你们要相信，我早成功了。听佛在经典上讲的话，我们大家是同学，我们的老师是诸佛菩萨，啊，你们真干会真有成就。啊，现在这个地球上灾难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严重。啊，真正学佛的人心是定的，不会受外面境界干扰。啊，你住在这个地方，这地方是佛地。